特别好，然后黄 Sir 是为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窗口。特别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来加入到脱口秀里面，就是特别希望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都可以报名我们的脱口秀大会。如果觉得这费劲呢，报名我们的线下开放班，开放班也费劲呢，欢迎报名我们的训练营，好吧？每个人都可以做5分钟脱口秀演员。哇，这个行业真的起来了，这个行业真的起来了。让我们收拾心情，有请下一位演员。好，不要不要，对，不要，我说不要停啊。我要随便请一位观众上来配合我完成，你们有机会出镜。但是如果请评委老师会觉得是托，所以我想随机找一位观众，好不好？我把这把剪刀飞下去。任何一个这把剪刀插到的观众，请你呢到医院里去。我就有一个牌盒，我把它扔下去，任何接到这个牌盒的观众上来配合我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接到牌盒的上来就不可能是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数一二三，好，准备好来，一二三，好，来一个 ，OK， 好 ，OK， 啊，等，不是，你把这个随便往后面扔一下，我看就找一位最近的女士上来 ，OK， 就OK， 你愿意上来吗？好了，给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啊，请你站到这边来哈，叔叔不吃人哈。我这里有个预言，各位观众，我这里有个预言，我把这个预言放在这个地方。这位观众，你帮我看着这个预言，确定我等一下碰到他之前，我不会碰到他。这位小姐，这是我用到的世界上第一副啊，你放着，第一副隐形的扑克牌，有没有观众看得到？你看得到吗？来，站过来一点，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把手伸出来，帮我拿着这副牌，帮我洗下牌。哦，刘小姐，你洗牌的动作很专业，但是你忘了一件事，你忘了把牌从牌盒里面拿出来。我们假装一下，好不好？假装一下 ，OK。牌盒还给我，牌盒呢？好，牌盒还给我，继续洗牌，牌盒放口袋。这下你把牌给我，我把这副牌在你面前展开，有没有看到一张牌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？有没有？有，他说有，想象力对不对？想象力 OK。接下来我把牌盒拿出来，我把牌放回牌盒里面，这副牌给你留作纪念。对，拿去玩。这小姐，现在你脑子里有一张扑克牌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个预言，请你站过来一点。这位小姐，请你大声说出你刚才选的那张是什么牌。这个魔术能不能成功完全靠你和我的默契度。请你大声讲出来。黑桃七。确定吗？这样好，这位小姐，就现在我确定刚才没有碰到他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翻过来就是他的牌，会不会很厉害？会，对不对？这位小姐，如果等一下翻过来就是你的牌，会不会很厉害？会的。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各位观众，如果翻过来是他的牌，会不会很厉害？会。如果是你的牌，会不会很厉害？会。会，对吧？各位观众，你的牌。有的观众说我是来混的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，我这里就是黑桃七，各位观众，谢谢大家，来个谢谢。两灯开启抢麦环节，菠萝吧，哇，菠萝。